一首东北神调，带给房间的每位宝贝们。喜欢的话转发评论666，感谢房间的宝贝们的支持与捧场，谢谢大家！每天下午5点准时恭候着您。我的房间 ID 是25918，爱我就要81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亲身黑脚天，那个家家户户把门关，喜鹊老花笨大树，那个家巧不可不了房檐，穷人的君子住旅店，是当兵住进了营盘，实在上了九家做事，只有一家门没关。要问为啥门没关，我敲锣打鼓把神搬，左手拿起文王鼓，右手拿起柳木圈，文王鼓那个柳木圈，那个嘣滋喊滋爆滋圆，横三竖四八根弦，是四根朝北四根朝南，四根朝北安天下，四根朝南顶江山，上面有那八串铜钱，有乾隆有道光，那个乾隆道光配开元，神鼓打那个蒋丁东，请那胡家黄家两家兵，一请胡那个二请黄，胡黄两家到连营，是胡老太爷上边坐，胡老太奶半当中，胡老太爷快发令子，听我把那个胡家打兵倒分明，胡天龙胡天黑精气块那个灵力从，一路小跑到连营，是你坏小金有啥事，快对小金把话明，老仙家那个出虎洞，离深山巨木留神把庭关，是要是阴天驾云斗，要是阴天驾风拳，驾云斗驾风拳，是说明老仙暴风拳，老仙家那个往前走往前关，眼前来到头道狼牙，头道关头道狼牙有人手，秦琼定得来站班，秦琼神那个把头低，李神让进外神亲，定得神那个把头抬，李神让进外神来，老仙家那个往前走往前关，眼前来到二道狼牙，二道关二道狼牙有人手，哪吒太子来站班，哪吒神那个把头低，李神让进外神亲，哪吒神那个把头抬，李神让进外神来，老仙家那个往前走往前关，眼前来到三道狼牙，三道关三道狼牙有人手，灶王老爷来站班，灶王老爷本姓张，是家住上方当家庄，大哥名叫张天师，是二哥名叫张天皇，剩下小三为啥身，是一到下方当灶王，感谢大家来捧场，感谢大家的棒棒糖，祝愿你们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三阳开泰，自己发财，祝愿大家